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看一下第一幅。这个牌还行，大致勉强是齐的，但是上的张有限啊，全在三六筒里面。来四筒，先打小计，万子留着，看看能不能重新靠个张。碰也抓对，现在手里有四对，倒是有一点想法。抓两条对子到齐，先打二筒，看看形势再说。上家把三筒也给碰了，这个牌门清基本上做不出来了。来四条，打掉三万，可惜不带七对呀，不然的话七对都能听牌了。现在对子都富裕了，来五条，先打五筒，下家吃五八筒。看来是在做筒子的混一色或者清一色，他这个牌难度应该也挺大的。上家打八万，碰八万，碰碰胡启动，接着打五筒，碰四条，打掉三条，一上张，碰两条听牌，牌做碰碰胡，三上张要比门清两上张还要快。就是听在筒子里，不知道下家手里有我几个。过去瞄一眼，下家手里都没有。那四七筒变好牌了。抓花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可惜并没有。做碰碰胡，手里也没有四筒对，那我这个牌三张都在里面。下家混一色也听牌了，看看下家听什么。下家也听四七筒。上家也听了，现在是三家听。上家也是好牌，三个人听的都不错，就看谁的在前面了。七筒自摸，碰碰胡胡牌，四个花20分，加个苍蝇27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来八条搭子棋，就是一个三上张的牌。来七万，先打九筒，六万先留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再靠一个两头张的搭子。二筒来，再打小鸡，一上张，来七筒听牌。
七条子木，两个花六分，加创意14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幅。这个牌擦的好像有点远，还缺将，八字好像也不够。抓进卡六万，打掉9万的话就是四人抬轿。这个牌不想留四人抬轿，因为觉得上家是在做条子，赶紧打掉条子。还好先打的是九条，我八条停牌了。对家打2万点炮，加苍蝇15分。